大家好，我是 Primo 的 Jacko。今天的比赛感想很开心，能够来这边跟许多的 bartender 做一个透过这个比赛做一个交流。那对我来说呢，调酒呢其实就是平凡，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品的一个呈现。那很高兴能够受到邀请来参加这个乐园的艾比斯调酒比赛，谢谢各位。